哎，你们广东停车费咋这么贵呢？见过世面这个事儿，啊，那边你就啊，快点，大城市懂不懂？大城市这么漂亮，你快点走开。跟他说话真费劲，这玩意儿都没法标准。是玩儿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快点来，快点来，哎，来来来，前面那个小巷进去呢，就是我小。时候去过的私塾，你还读过书呢？当然了，我们成绩很好的，每一课全班都是第一。哦，是倒数啊！哎，还有这个竹凳桩，以前归我管的。哇，雀姐，你还做过生意啊？别人的，我是负责收保护费。雀姐，那你离开了以后，乡亲们不得放鞭炮庆祝我？每个月十文钱，他们被人偷了、抢了、骚扰了，都是我摆平的。不是，雀姐，这种事不是应该找衙门吗？衙门？你是上别人的偷吧？你去报官，看多久才能报破案？我呢，收他们点钱啊，还要给小弟抵上人费，哎，尽想要。我离开的时候，乡亲们叫到正中，大家都哭成一团啊！很快你们就知道什么叫德高望重。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啊？龙叔，是我呀！三台红嘛，这个龙嘛。嗯，哎呦，超宇杰，是我，我是超越。哎呦，超宇杰饭来啦！超越真来了！哈，小三元一条龙啊！俾钱俾钱，有人嚟有人嚟！哇，大白天又嚟捉到，见鬼呀！喂，班哥啊，蔡叔翻嚟啦，翻嚟啦咩？娘，乖乖乖，叫外婆。外婆，哎，我刚刚怎么跟你说的？跪下磕头。外婆好，功亏一篑腿，我一刀扎你个头。哎哎，呢句唔系我教嘅，唔系你系边个？有其母咧，必有其子。讲得啱啊！我啲粗口系边个教噶？爹仔，哇，年纪轻轻咧，就有对桃花眼喎。老天呢一定保佑你的女朋友呢。娘，什么意思啊？外婆呢夸你长得帅。哎呀，我请你吃粥啊。喂，嘿，教埋呢啲嘢啦。啊，喂，我真系请佢吃粥噶。来来来来，外婆带你出去逛街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我们现在走。好。喂。我同佢去跟住嚟做咩啊？我外婆带你出去逛街，待会买把好刀给你，教你一套传风刀法。好，好，走啊！我冇咩食饭啊，食自己啊你。走走走走走。我都攞个牌子，哎哎，太聪明了，我的，嗯，是吧？是在广东啊。跟你开玩笑呢，啊，哎，没有时间没吃饱的，等等，我再让他们加两个菜，太饱了，家吃成了这干啥的？点到为止，点到为止可以了。嗯，你要热就是吃宵夜，不行，你吃丸子，吃丸子。不是，这，不用给秋月姐留啊。你说啥呀？真是没了。就是，这秋月姐早就带着胡胡回家吃香喝辣的。哎，不，那他晚上不回来。住啊。估计是住家里了，这么多年没见，娘俩肯定有说不完的话。周月姐的娘啊，叫方姑，在当地很有实力。嗯，投吧，行，回去休息吧。嗯，明天咱们拜见方姑。嗯，收盘子吧，走。走啊，我们再表演。方姑好啊。哎，这个肠粉，哇！肠粉冇啦，其他手足都冇啦，烧鹅，烧鹅都卖晒冇啦，乜唔卖得啦？喂，你当我盲你傻咁，大只摆到啦冇？哎呦，呢啲，哎呀，蔡小姐，
今日系乜都冇，我唔可以卖俾你啦。点解唔可以卖俾我啊？喂，嗱，你好老老实实讲啦，如果我一都打唔赢啦。哎呦，秋如姐，我一实同你话啦，你妈妈得罪咗九叔，九叔要搵人做佢啊，搞佢啊。要搞佢啊？年纪好大噶啦噃。咪系，九叔仲话啦，凡系同你妈妈拉更嘅，通通要咔嚓一个都唔留啊。唉，怪得知。啲人见到我系起势咁跑啦，秋如姐啊，你一向对我哋大家都唔错，不过今次呢件事咧已经好麻烦啦。不如咁啊，你带住妈妈行得远啲去避下风啦，咁样都唔会牵累到我哋大家啦嘛。啊，慢点吃，这对胃不好的。咦，我娘也老这么说。这是我跟她说的吗？告诉我。你娘有没有说起我啊？经常说起你。哦，她说什么？说你很慈祥，从来不打她，不骂她。嗯。啊！你走，你走，你死女婢！听到啊？你逃学仲好啦，学人哋偷钱，今日我一刀斩咗你桃花开，此事夫人啊！你走，你个死女婢啦你！还有呢？还有给她很多零花钱。红线嘅咧，你嘅呢度咧，我嘅，哎，但系呢度一出，那你娘经常打你骂你吗？不乖的时候就打，一边打一边骂，然后她又躲起来哭。你娘经常哭啊？一个月哭一次，每到是初二的那天。哟，为什么要初二啊？因为那天发薪水，我爹还在的时候，每到这一天，他都可以乱花钱。我爹走了以后，他只能当首饰给大家发薪水。后来当家的来了，他就很少哭了。那你当家的人品怎么样？很有钱。我问的是人品。钱多人品就好啊，他对大家很好的，对我娘也特别好。哦。什么特别啊？我娘做错事，她从来不发火，还帮娘擦屁股。呦呦呦呦呦，也就是处理后事的意思。哎哎，你快告诉外婆，你那个当家姓什么叫什么，时辰八字，属于什么星座，他的血型，他喜爱什么，他喜欢吃什么，快告诉我。外婆，你说那么多，先说哪个好，而且我们在吃饭呢。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吃这个啊！哎呦，哎，你不知道我是谁呀、啊？那个广东文坛我是边个？你以为你长得帅啊？打死你是不是啊？谁在外面喊呢？九叔，七月姐在外边吵着要见你。她什么时候回来呀、啊？刚到，要不要多叫几个弟兄过来？这不废话吗？赶紧的，多叫几个。是。找几个对口去。哎，九叔，很久不见，给你带了礼物。你还敢回来？我又没有做错事，为什么不敢回来？问你妈去啊！这次我跟她拼了！哎呦，你们都认识那么多年了，为什么搞成这样呢？都得发生什么事呀？我给人家开了一家麻将馆，他天天来，天天赢啊，简直比抢还狠呢、啊，竞技啊！哎，那你的意思说，他又出千了？当然了，问题是没有人敢抓他的包包啊。我跟他谈了好几回，他答应不来，但是一不留神，他还是乔装打扮进来继续出千，被抓了还不认，惹得几百人当街对峙，血流成河，禁忌啊！九叔，你放心，如果这个事情是他的不对，我肯定要他把钱吐出来。多谢。那我先走了。算了算了。九叔点讲？你攞翻啲钱出嚟就冇事啦。哦，
我啲钱咧，我做咗投资噶啦，半年之内唔喐得噶。几多钱啊？300两，你攞出嚟咧，我就还翻俾佢。没问题，但是我现在没有现金，给你汇票。哎，这笔钱呢，我会尽快还给你的。不着急，那我回去了，你早点休息啊。等会儿，哎，你什么时候让我去见见你妈呀？我妈脾气不太好，简直粗暴。我一个文质彬彬的文弱书生，她跟我粗暴什么呀？再说了，为了见她，我特意敷了面膜，漂漂亮亮的。她翻什么脸啊？大老远的千里迢迢的带着礼过来，不去见一面太没有礼数了吧？你为什么非要见他呢？首先呢，我是你的领导，我要去见一下你的家长。其次呢，我想看看什么样的妈才能生出你这样的闺女来。你知道就好了，我娘比我更厉害啊，怕？我才不怕嘞，我不扎他不惹他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，就一个人去，我看他怎么砍我。变态，我变态。